大家好，我是 Liz。嗨 ，Hello， 丽丝好。嗯，我想说今天请丽丝跟大家分享哦。2011年春夏的服装都出笼了，那想知道说你平常在春天呢，最喜欢怎么打扮自己？春天我喜欢穿比较轻便，因为春天还是有一点冷冷的，所以我会穿一个洋装，然后搭配一个小外套，我觉得很舒服。OK， 好，请 Liz 跟大家 share 一下，她平常在做妆的时候，她最 care 哪个部分，然后为什么？因为我通常都有在保养皮肤，所以我注重是眼睛，就是画个眼线或者是睫毛膏，刷个睫毛膏，翘个就是夹个睫毛，然后对，这样眼神看起来比较有神。OK， 所以说眼睛是灵魂之窗，很重要。那最后我们要请 Liz 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都安排很多旅游的计划，那如果你有空的时候，你最喜欢到哪里去旅行？当然是我们的南美洲。是因为那边春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舒服，就是我们那边是比较热，可是春天是天气最刚好的时候，所以到那边旅游是很舒服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大家如果想遇到丽丝的话，其实可以考虑安排一个假期到南美洲了。好，丽丝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TVBS 周刊，我的时尚生活周刊。